我是小六，大家。这一片呢，贵妃芒呢，是我们跟果农谈下来的。现在呢，我们就请了阿姨过来帮忙摘果，我们也来帮忙摘一下。摘。可能时间有点赶，因为又当量也挺大，对，还要多摘一点。摘好了，等下我们就装那个拖拉机拉出去，大锁在外面。对。 这个都是一串串的，那个小白芒，更大一串了。五妹，啊，我这里发现了一只很漂亮辣椒芒，你看，哇，这个很好吃的这种，这种最好吃。这里还有一个更小的，不等人家长大先吗？这个也长不大了。 辣椒芒很好吃的，对，这个也是啊。对，我又找不了了。有这种熟了，它里面没有果核的。很小很小的一点点，就跟我们家的那有那种荔枝那，哎呀，反正也差不多。一般普通话不会怎么说。就它里面的那果核就像那个牙签那么细。 你看，这一串辣椒芒。有，我上去吧，我上去就能。 一点风味没有，满身都是那种头发，全部都是。就是因为这个地方闷热湿热，才能产出这么好的芒果。芒果它是属于热带水果，不热的话没有那么甜的。好，还好天气，今天太阳不大，我们还得继续去摘。这个视频呢就先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大家观看。 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欢迎大家过来吃芒果。拜拜。